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tt， 欢迎收看电玩之夜。今天带大家一个简短的 live commentary live 的影片，主要是来讲两项非常大的讯息。那这类型的影片呢，主要是跟大家来稍微做一个非常快速的互动，希望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来做讨论，因为我觉得蛮有趣的，能够看大家的留言。然后如果单纯 po Facebook 的话呢，我觉得观看到的人不会那么多，所以我上传一个影片，我觉得能够比较传达到比较多的资讯给大家。 Battlefield 的入侵者模式在 PS4 的亚洲区好像一直没有出现，我觉得是很诡异的状况，就跟所谓的 CTE 伺服器一样。我听说在亚洲区，就是台湾的部分，特别是台湾的部分的话，好像是在 PC 版是有 CTE 伺服器，好像在 PC 版也可以玩得到所谓的入侵者模式，就是一个5-5的比较像电竞的一个模式哦。如果有玩过入侵者模式的，也可以欢迎在下面留言。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模式哦。Oh shit， 我被狙掉。PC 哦，没有 PC 和主机上面都可以游玩，但是亚洲的地方好像就是没有的。然后会有特殊的职业兵种，那其实不会有特殊的地图，或者是说特殊的武器或装备，它只是重新的调配，变成说有比较多的限制，不是那么单纯的所谓的团队死斗啊之类的，它会有很多的限制，变成说你要跟队友有非常好的搭配，然后当然也是 Battlefield 它主要想要尝试想要走向电竞的风格，比较简单比较紧凑的这样的游戏的节奏，而不是那种大型的地图有很多的载具，然后你可以躲在超远的山坡上面狙敌人什么之类的啊 fuck。 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大的消息，就是呢在最近5月7号国外的时间5月7号，Zombie 的那个门是可以被打开的，有一个 isolation 的门哦，是可以被打开的，非常有趣。它是 Four Walks， 那叫什么 fuck， 它是法乌克斯碉堡的一个门啊。在之前法乌克斯刚推出的时候，有说到一个门，好像是有僵尸会在里面，有那个僵尸的。最近是可以被打开的，但是呢，我没有想要做更多的介绍的原因是，我觉得它是引开了更多的一个彩蛋。很多人在猜测，有可能是 Battlefield 最后的一个 fuck， 我杀不到人。OK， 就很多人。等下我怎么转身转那么慢？要修啊！而那个门里面呢，它是有一张马的画，不是在讲脏话，它是有一张马的 painting， 马的画作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然后很多人在猜测说是希特勒他本身是喜欢画画的嘛，在之前在维也纳他是喜欢画画的，有没有可能是希特勒的画作呢？然后就可以猜到说是二战的一个彩蛋之类的，我这都只是猜测啦，我个人觉得或许不是，我有稍微查了一下下有关于白马的一些油画，在一战跟二战好像都没有看过这幅画。结束了，玩得好烂。好的，敌对的人，谢谢让我知道这一点。他的衣服不太一样，我发现。当然还要讲的是呢，他这个房间里面还有一个两个可以去互动的机关，好像是应该算是栓水管的这个开关哦，应该是水管的开关，我不太怎么去，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个装置，不过大家在影片里面应该可以看到。所以除了有这个像牢房的地方，还有很多的血迹，还有一些像特殊的抓痕，或者是特殊的一些感觉像是符号在墙壁上面，不过这都是目前都是未解的。僵尸模式的这个暗示，我觉得有可能就只是玩家被整了，有可能是制作团队在整这个玩家而已。粉，你关个屁门！躲起来，不要看到啊、oh, ！fuck， 队友那只会抢攻，你们还会干嘛？虽然这是抢攻模式啊，欢迎订阅电玩之夜，然后到 Facebook 加粉丝团一样，我会提供很多的资讯，有关于我刚才说的一些东西，我刚才说的一些内容，我今天说了什么我都忘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声音画面再先到这边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拜拜，我杀一个人就拜拜，好不好？我杀一个人就拜，耶，拜拜。You could do so. You would. You could.